心佛净土，智慧如一。这呢是咱定定都是安尼讲，也是定定都是安尼听。讲的人是毋是会当透彻理解无？听的人呢是毋是会当同款安尼接受无？这呢拢是佛法啦，佛法真正是真深奥，尽管用心去探讨了解，但是佛的境界也阁是佛的境界啊！探讨的人想要去解真了解，也阁是无法度呢，真贴切。不过，伫咧行路的人，从起点开始，咱会知影，迄个终点呢，一定是真美妙的境界，咱才会往迄个方向行。所以讲起来，学佛啊，咱必定爱下定决心嘛，知影迄个境界是真好，一边行路。一边探讨，引路的人啊，或者是啊，比引的人，拢总呢爱有共同一个方向行。这也就是讲，世界空大高好，虽有名相之距离万八千呐、啊，只是。凡性因果整起，并有结破究竟是种，这就是要甲咱讲分别啦。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哦，这都是咱大家人拢总知，但是呢，咱也未透彻。啊，要甲咱讲的就是讲。就譬如啊，亲像的啊，这个世界宇宙之间啊，世界之大哦，真大。咱知影宇宙实在是广大无边，也那跟他讲，咱众生共住啊，这个地球。现在的名称叫做地球，敢若讲伫咱所居住的名称叫做台湾，咱现在伫咧讲话的地方又是伫花莲，花莲这个地方啊，咱现在的境界，这是敢若伫精舍的范围内定，咱知影有花莲这个地方。咱嘛无法度讲哦，拢总惊透去啊！何况讲台湾，何况讲离开台湾之外，也可有其他的国家。哇，遐个国家咱无去，咱敢会当无相信呢？伫这个世界，跨大高真大，但是呢，咱。无法度到位去，不过咱爱相信。虽然啊，有这个名相的距离万八千，那就是要讲佛陀啊，开始要讲《法华经》之前，伊讲《无量义经》，那《无量义经》讲完啊，佛陀呢就立。定啦，未干别何相公，但发射出去啦！哇，偌远啊，万八千世界，这可见啊，佛陀也未干别何相公，迄、那个光芒
所显现出来就是智慧，就是光明啊。但是佛陀呢，伊的智慧是毋是敢那普及的灵鹫山？敢敢那遐的人，安尼会当体会到佛的智慧吗？毋是，万八千世界，那就是表示佛陀的智慧会当通普遍天下。不同语言体系，无同的肤色种族，无同的国界，都会当通好来体会到佛的智慧。咱以现在来比咧，佛诞节啊，咱已经把佛诞的这个意义推动到已经是三十几个国家，有住这人的地方，过去呢，唔知影有佛教，唔捌听到佛的名称，但是呢，因为人有心嘛，咱会当将台湾为起点，把这个信息传播。真遥远的国家，照迄个电波啊，安尼传，得到这个影像，因会要去看、听、听，这个旋律安怎来，配合这个境界呀、安怎的动作，那人人啊，就按照迄个影像。声音、声波去哦，了后呢，因就刚在这一天，因当时呢就开始欲分啦。这呢，那就是刚在这个地球的面顶，无同一个国家，同款呢，咱会当用这个光，安尼。发放出去，所以定阿讲人灵风度啊，不懂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呢讲六神通，不管是天理天眼啊，或者是心照啊、等等啊，共同的六项用在现在呢的科技。机啊，咱的影像该送去，因有看到咱的影像，因好亲像到台湾来同款，因的心足到位啦，因的天眼看到台湾呐，因的天理呢听到台湾所传出的声，这敢唔就是佛陀呢？当初。讲的呢，所讲的神，那就是精神，那就是智慧。看看天地之间啊，这么这么大，同款人人都是在这种呢，会当发挥出来，会深在神通的力量，人人都有。所以咱应该爱相信，虽然啊，名相啊，各不相同。在这里正多的国家，有无同国家的名，有无同人种的肤色，无同的语言，确实呢，咱有同一种啊，会当去传达的智慧。妙法啦，所以啊，对啊，名相有距离，但是呢，佛心啊，还是同款。咱个佛呢，只是干那一行，就是凡行因果正气。佛陀的智慧呢，任何一个国家呢，只要接触到，都发起充满，真呢。就佛的智慧，
但是凡夫啊，就是无法度吼，咱智慧和无明埋掉吼，砍去啦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叫凡甲性有分别。那凡性呢，拢伫因果中，因为呢，咱凡夫的因啊，就是带着无明啊、贪婪啊、等等啊、贪嗔痴慢疑这种的因啊，不断的、不断安尼伫咧轮转啊。所以啊，就是凡性因果分呢，来人间是各有情啊，凡呢。来人间是因为未情，所以各个因啊，咱人人分歧，只是呢，咱受污染，所以变成了呢污染嘛，未的因啊，有了未的因啊，那就是未的果啊，流转六道啊，那有了各个因呢，那超脱六道，那就是性啦。这呢，就是咱众生的精气，咱的根基啦、精气呢，真少吼，啊，阁是真微分的角。咱若准讲啊，我感悟啦，是真微分的角啊。所以讲起来，迄、那个气呀、啊，也阁真细，同款会当得水呀、啊。但是呢，咱也阁是细底凹啊啦。那同款会当滴水呢，大缸啊、水塔啊，那就无同。同款会作用的物件，确实呢，大小无同啦。所以叫做精气。搁再有啊，结破究竟是长，结破就是叫做长时间嘛，时间都有差啦。人间甲天堂呢？甲四天王天、甲土地天，拢总有差啦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咱伫这个大空间呐、啊。不过呢，也有这个名相的差别。不过真如啊，是一无差别吼、哦。所以因缘相貌性界之异啊，这呢是咱佛。甲众生的境界，就是因为有遮的距离，有遮的相貌，再来上大的距离呢，就是咱的心念吼。总讲一句，学佛啊，咱的心念都是要回归依佛当顶的境界，所以咱学佛。所以讲起来，人基本地妙体实相啊。照见心目，以佛何殊？甲佛有虾米款无同呢？心佛众生啊，本来都无差别啦。人人都具有本地妙体，咱人人都有啊。这个实相，甲佛都无差别。这个法啦、啊，咱人人嘛是本具，所以本来呢是甲佛无差别啦。前面这些代志，咱也会当了解啦。下面这段文就讲：佛弘一公，五集众会啊，建处各界种种寺庙，诸佛心力，智慧稀有，弘一千公，照无量国。佛弘这个公啊，五集众会。那就是弥勒菩萨家己本身的清悟，众会就是迄个时间呐、啊，对灵山会上一代众，所以弥勒家己自称我，甲现在遮侪人建处各界种种寺庙，伫这个所在，中佛的光明啊，我嘛。同款有看到啊，这种的同款有看到，那就是哎，回归本地弘光呐，本地弘光，人人了然呐、啊，
拢真清楚啊，实在呢了无障碍，本来就是安尼哦吼。那所以这个种种寺庙，诸佛心力，智慧是有所有的佛啊，都是有同款的智慧吼。智慧是有啦，放一净功照无量功，其实人人本具啦。所以佛陀呢，一功令照万不清土，五级众会呢，以功令见之人，在迄个众会中，以这道的功名，以佛陀的智慧，照着咱的心地宏光，咱的心地宏光，应该呢是照亮啦。真正哩清楚吼，那其实甲佛是同款。定见处得离情有啊！咱大家人看到我定就是我弥勒，也阁有共这个场合，大家人呢所看到的，应该呢拢是真欢喜啊！佛祖文殊圆觉众仪，我的感觉是安尼啦，文殊菩萨啦、啊，你嘛是佛的弟子啊，尤其是法王子啊。佛陀的心怀呀，佛陀的境界，应该你真清楚。我的感觉是上面所讲过去，是我的感觉。大家人应该是真欢喜，是毋是呢？文殊菩萨啦，你比我较了解啊，啊，请你呢，会当头哦，提出了你的看法，和大家人呢的心。会当更加有相信吼，卖有这个疑啦。四种信仰，占人及我啊！你看这济人啊，拢伫咧看你甲我呢，我伫咧问你啊，啊，你爱赶紧答啊！这济人呢，会期待伫你的身躯里哦，到底呢，世尊何故放肆功名，佛祖是答。快意灵喜，啊！文殊菩萨，你爱赶紧经讲啦！佛陀到底是安怎放这个功名啊？真的，到底在这个境界啊，佛陀的眉间和相公，伊所教的东方万八千世界，到底除了这个灵鹫山以外呢，搁再去的搁有偌远？各位，会记得无？佛在灵山莫远求啊，灵山自在逆心条啊，人人有过灵山塔，可用灵山塔下修。那安尼讲起来，那这万八千世界啊，就是有人的地方，他就有。佛的智慧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，人人心头都有一个灵山塔，应该是安尼啦吼。所以啊，弥勒菩萨来建处国界，他就无讲建蔽国界，所以人人心地就是佛方一光啊，就是愿，要么就是见。那是接受得到的人，那就真近啦；接受不到的人，那就真远咯。所以呀、啊，跟佛的世界都无共一个世界咯。接受得到的呢，不只是佛的世界，那佛的心地宏光，即时都到啦。真呢，就是这个光，看咱是不是有接受无吼？即远即近，皆如在目前啦。
实在是唔免讲远啊，唔免讲近吼，咱只系接受着就是吼。所以啊，学佛啊，咱必定咧爱用心啦、啊，用心咧，心地宏广即是吼，即处讲是一贯理然发化。其实佛陀讲《无量义经》了后，放这个光明呢，是伫微间的中央，这个光和尚讲啊，是表达中道，是唔免讲的《法华经》啦，唔免用讲的吼。那伫这个中间，大家人那会体会。既然呐，《无量义经》听了，再看到佛陀这个相公，应该人人会当知影佛陀现在所要讲的是微妙。奈何啊，法众不解啊，在这个所在听法的人啊，无法度了解，所以呢，大家人交头接耳啊。啊，佛陀现在哪会入定呢？啊，佛陀的眉间啊，这道的火光啊，到底是为什么因缘呢？因为呢，咱过去有讲过嘛，因为伫迄个道场的面顶，还阁真侪人无了解啊，所以啊，法众不解啦。又罗二大师呢，弘通二大师，就是弥勒与文殊吼，都爱伫这个所在啊，安尼用心嘛，要安怎样表扬出了佛陀呢？这个护光啊，各位菩萨。真正咱爱用心去了解啊，佛的慈悲智慧，那菩萨呢来辅助道场啊，无不都是呢，要来教化众生。圣人呐、啊，大觉者会悲智相闻啊，迄、那个慈悲的本怀啊。是偌呢只殷切，所以咱学佛者呢，唔通讲安尼辜负了诸佛菩萨来人间呐教化这粒心。所以咱佛有佛的心，菩萨心嘛，咱凡夫呢嘛爱有求法体会。佛心，所以啊，咱爱时时多用心。